大家好，我是宝良谷湖中中学科多班的 Angel。你叫咩名啊？我是宝良谷湖中中学科 boy 的 Yama。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看这个Andy Warhol 的展览啦。咁 Yama 你有啲咩感想呢？我觉得来到这个展览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Andy Warhol 的作品啦。之后，但是这个机会很难得，因为我们可能有时要去到外国才可以看到他的作品，但是今次是因为联同不同的机构，我们有这个机会，所以很荣幸咯。我也是这样觉得啊。其实呢，我觉得 Andy Warhol 的作品非常之大胆和创新，而在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都很难接触这些这么大胆的艺术家的，所以我觉得今次这个，尤其是今次这个展览呢，是由夜晚八点进行到朝早八点，是一个非常之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好好珍惜这一晚，多谢。